안녕하세요. 네, 제 이름은 최성일이라고 합니다. 다들 제 친구들도 저보고 다 최오빠라고 부르거든요. 好吧, 我觉得我中文也还行. 你好，我叫崔成毅，现在我朋友们都叫我崔欧巴。我 2014年 到了南昌， 发现这里美女好多， 就有了留下来的动力了。留下来干什么呢？都说要留住人，就要先留住他的胃。我想起了韩国女生超爱米堡的辣炒年糕。 于是我从来没下厨过的我，到处偷吃雪姨，现在在韩国货到中国，有名的辣炒年糕店我都去了。我做的辣炒年糕好绝杀呀！米堡和辣炒年糕研发上线，我先通过朋友圈试推广，得到南昌美女们的点赞，有了底气的我， 2016年在南昌万达广场金街开了一家叫崔欧巴的小厨房的小店，店里菜品不够丰富，我想着研发新品，向我妈妈学习料理。哎， 어머니， 여보세요. 요거 된장찌개 맛이 이상해요. 좀 뭔가 이상한 것 같아요. 된장찌개 없지? 아니 된장찌개, 된장찌개 어떻게 하냐고요. 지금 된장찌개 물어보는데 여자친구 얘기를 하고 있어. 응? 끊어요, 끊어요, 끊어요. 말이 안 통한다, 말이 안 통해. 끊어요, 끊어, 끊어. 에이씨. 妈妈问我了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妈妈问我了三个月，后面妈妈可能懒得问吧。后面说你什么时候女朋友？那么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女朋友。 又懒得问，估计后面说你生意还好吧，你过得还好吧，身体没事吧？这样问。现在的我是一个老南昌了，现在无论回韩国或者是到中国别的地方，我总是想赶紧回南昌，因为这里有我的大头，我的朋友，有我崔欧巴的小厨房。 因为家在这里，我认床，在这里我睡得最香。